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告白者。我叫罗庆，今年七岁。我叫曼妮达，我今年七岁。我叫邓雪琪，我今年七岁。我叫李林，我今年七岁。都是七岁，你怎么那么矮呢？不过你的牙长得最齐，中间两个全都是缺了牙齿的。来，把牙齿露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二三，露一下。还害羞哈？你拿这么大保温瓶来干什么呀？送给老师。因为老师现在那个杯子很小，是塑料的，所以你要送一个大的保温瓶给他喝水是吗？喝药。喝药？老师生病了吗？是白血病。严重吗？严重。啊，所以你要送个这样的保温瓶给老师喝药，喝温暖的药。这个保温杯是谁出的钱啊？是我们俩一起造的，是我们用的零用钱。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零用钱？我只有五毛，是我一个月的。那你一个月有多少钱零花钱？2元。哎呦，你富裕一点。你一个月有多少钱零用花钱？1元。一块啊？这个杯子花了多少钱？40。40。哦，你们所有的钱都凑里边了。那谁去买的呢？我们大家一起和班上的人一起到的。哦，为什么你们今天选择到完美告白到这儿来把杯子送给老师呢？为什么不能在课堂上送给他？因为我们很穷，周老师不曾接受我们的礼物。哦，因为周老师平时不会接受你们的礼物，所以你们非要到这儿来送他才有可能会接受是吗？是。还知道我们大家伙凑钱给老师买保温杯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法子谁想出来的？是你们爸爸妈妈教你们的吗？是我们看周老师太辛苦了，生病了还跟我们上课，我们想给他买个保温杯。哦，你们太懂事了，太懂事了啊！来，为他们鼓个掌，为他们鼓个掌。